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雨贤。简单说一下啊，就是我的频道里呢，不管大家说什么或者意见跟我不同，都是可以的。因为就是在我的角度里，就像我之前说的呀，我做视频是与其表达自己的观点来说，是通过我表达的也许对也许错也许就是稀里糊涂的观点，然后看到各位的评论，去跟各位学习，哎呀，去跟各位学习更多的知识。这个是做这个频道发视频的部分原因。所以哪怕就是经常看我视频，然后也很支持很鼓励我的朋友也没有关系。如果说您看到某些内容是您不喜欢的，或者跟您观点不一样，都无所谓的啊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该评论就评论。然后还是再次感谢各位，发这个视频就是为了让苞米出个性。今天的视频还在制作当中，因为今天有点忙，回来以后又带这个苞米带他去打了一下预防针，之前打的是一年前的，他现在1岁半，2.5公斤，品种是马尔济斯，苞米，就这样。